Fei-Fei.你身上这么湿啊！我先去洗个澡啊。哎，你等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展明送你回来的？不是，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展明呢？怎么不进来啊？以后别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，不是，我永远都不想听到。而且，他从现在开始不会再在这个家里出现。珠子哪儿来的呀？朋友送的，保平安。今天你的同学去找我了，他要真打算在我那儿买车的话，我还真能给他打个折呢。谁呀？就那个在银行工作的那个，叫什么齐娜。他找你？啊，我就是想去看看他。我想看他到底哪里好，让你那么不愿意放弃他。有什么事儿就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了？我只不过把你说了一个多月的话变成了现实。他自杀了，上吊了，还是要死要活的折磨你了。我看人家活得好好的呀。哎呀，你这么说我太失望了。周展明，你就是个骗子！我现在恨不得要杀了你！你要杀了我？没问题，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可你杀了我有什么用呢？啊？你们女人呢，不理智起来都一个样。好。我现在理智地听你说一说，你觉得现在这事情应该怎么办？现在分不分手由不得你了吧？对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没错，那笔钱我没有直接给菲菲，我碰到个机会去做风投了，本来想大赚一笔，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全赔进去了。我现在是没办法，我只能跟菲菲结婚，我必须跟菲菲结婚，只有结婚我才能拿到预言改造的收益，我才能堵这个窟窿，我才能向你还债，向你赎罪。可你不给我这个机会，你把这一切都毁了。周展明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你的甜言蜜语我不相信，因为你是一个骗子，地地道道的骗子。那600万的窟窿你想好怎么堵了吗？如果真出了事儿，死路一条的肯定不是我。
而是你。吉娜，咱们两个现在是一条线上的蚂蚱，我真是为你好。二十四号信。哥，哥啊，有你的信来了。